本所于日前接获民众检举，于本辖七贤路某养生会馆疑似有从事男女色情性交易之情事，于今日下午见时机成熟入内进行查缉，由支援警力向上当场查获正在进行男女人与人连结之男女柯男及黄女及蔡姓男子相关人等，经本所代繁所侦办，警询之后依社会秩序维护法将柯男及黄女移请涉违法函请裁处，并将蔡姓负责人依妨害风化罪嫌移请高雄地检署接续侦办。